看到这个饭盒，你会不会想起你的学生时代？可能这个饭盒好多90后都不曾用过，00后是。在成都出差，上次出差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当地的朋友带我吃了这家店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好的东西，让我们朋友一起分享。所以说他也是第一次来，我想带他感受和尝试一下，我觉得配得上你的气质，挺好。到这里吃呢，主要是这个饭盒，有种小时候的感觉，比较怀旧，所以说经常来，味道也很讲究。每天中午我1点钟要过来把饭吃了，饭盒就是觉得这个比较新颖嘛，还有个就是有点怀旧这种啊。吃到这原来上学的时候蒸饭了，都是用这个饭盒。反正一吃到这个，就是看到这个饭盒就有情绪在里面。中午，太阳的光斑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洒在老式的课桌上和铝制的饭盒上，晃呀晃的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仿佛就回到了那年的教室。怪不得很多人说在这里吃什么不重要，因为老板卖的是创意，顾客吃的是回忆。